官员以下的法律常识，就来告诉你们六种拒绝毒品的方法吧。方法一，勇敢说不，语气坚定。方法二，告诉提供者吸毒对健康的重大危害，就会死翘翘。方法三，告诉提供者毒瘾发作的痛苦。方法四，告诉提供者吸毒是违法的，并有刑责，坐牢很痛苦。方法五，建议做点别的事。好吃。方法六，借故离开现场。哎呦，我肚子痛，我先走了。这样大家都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毒品引进门，全家进鬼门，吸收反毒，共创健康。Just a group, baby, just a group, just a group, just a的这位美女呢，也就是我们庄敬高职二年级表演艺术科舞蹈组的女生啦，她的绰号叫做丑妹，为什么呢？